为着推广溪底乡红地产业多元文化，溪底乡农会结合乡内十间各中小举办第四届地芳故乡戏园红地的活动。当中除了介绍溪底乡各地出名的红地文化，并将平鉴油顶的红地做回红船伫地瓮啊内底，希望传承红地以及多元产业文化。这场红地活动包括溪底各中、溪底各小、新城各小、东港各小等十间学校，超过百位小朋友前来参加，并且带来精彩歌舞才艺表演来热场。这个风采活动呢比较特别，我们是用呢国小四年级跟国中一年级的小朋友，他们来到农会去做风茶尝茶的活动。我们用比较大的茶仓，然后让小朋友把茶叶呢装到这个茶里面。装到这个茶仓里面，跟校长他们一起把他们愿望，还有对他们自己的期许装到这里面。在他们毕业的时候，我们将会做解封。解封以后呢，让小朋友呢可以看到他三年前的一个青涩的模样，也可以知道他当时的愿望有没有达成。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让小朋友呢知道一个东西，我们鱼池乡最重点的特色就是我们茶叶，就是我们红茶，让他们知道我们根在鱼池。溪底乡红地文明国际。因免得小朋友爱了解在地产业，认同故乡文化，农会用心来推广红地产业，来教育咱的下一代。这个对咱的小朋友、甲咱国中生吼，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因为呢，在咱细汉的时阵，就做着风茶这个活动，知影讲咱溪底乡的这个特产，就是咱红地。不管以后到倒位，从这个风茶吼，早甲你耍在这个所在，会当想起着过去咱的故乡、甲咱的家乡，有遮侪人伫疼惜咱，有遮侪人从这遮有意义的物件送予咱做纪念，未来做咱。做个草庐街，予咱不管到倒位，事业拢会当真正平顺，随时想起着咱可爱的故乡。透过活动的举办，予各中小的学生了解在地优良产业，伊嘛将心愿来甲放伫地瓮啊内底，并且甲大家来分享。那平常社区跟学校都可以做很密切的一个配合，尤其是这一次的一个风茶活动，我们以社区为教室，以文化为教材。以我们的社区人士为老师，然后呢，把我们的一个鱼池文化能够传承下去。溪底乡农会推广在地红地产业文化，并且结合校园教育来打好基础，也让小朋友实现未来的愿望。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